对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我去你老头吧。吃到啥时候啊？我已经没了。嗯，是。我来了。七个头了。他七个了。软弱无力。我在追呢，七。软弱无力。能不能拿？能不能拿？你看。他也拿一个，我看什么？我拿到赏金嘛。软弱无力。买个装备， A, 买个装备回家。嗯。后期到什么时候给个答复呀你？三件套就够了，三件套我就可以杀起来了，先。就你的话，三件套。哥们也是，哥们也把吸血鬼当小法玩嘛，就等后期。嗯，不是你嘲讽什么呀？你现在不也是才过了多久？才在20分钟。我领先你，你凭什么不能嘲讽你啊？你第一把不就领先我了吗？就开始嘲讽了。啊？我领先你，凭什么不能嘲讽你？嘲讽人啊！你说一下呗，别玩双标呀，哥们把你的话忘了吗？嗯。你老去跟他们。凑什么趣儿呀，让人家拿着花枝都说我们玩你自己的行不行？我只没有啊，要我教你吗？我只是用你家陪玩说的话，怎么你接受不了吗？那我们第一把是正常玩，这把的话你老板不是刚刚在脏我的线吗？一直还给他一直在送。谁让你骂我狗啦？那我管不了我老板，那是我老板的事，我管不了他。但是你老板不是也来上路脏我了吗？咱不是扯平了吗？就是啊。那他去的不是也去那么晚吗？你老板都提前脏了那么久的线了。那谁让你骂我老板呢？我去下路的时候呢？我老板的话，对吧？就有点小脾气的。那谁让你骂他呢？嗯。不是啊，比赛不重要的吗？我请问你老跟他说什么呀？你看你落后几个三个头，你还在那说你想不想14进12了？不想就去跟他聊。不是姐，你不能这样说吧？变大。那我刚刚落后他三个，我现在落也只落后他三个啊！我装备四个了，400点。不想赢就直接说，不用演我。我闭了啊！这人要红温起来。回家来个什么呢？这一把。看来你回家是在等我。我在想。给你留着呢。我在想，我出。16局了。我在想，我出什么装备？哇！好快。姐，你还是那一句话呗。那个我看你装备啊，姐你把衣服全脱了，然后给对面送一点头呗。请。那我等会儿就把衣服全脱了。留个鞋呗。四个头，这请。留个武术鞋。我 Q 兵。好。那我走远一点，不吃你经验。哦，没事。能杀吗？你看一下。我去找他们人玩去喽。变大 ，Legendary， 没事，我也杀了姐，我也杀。OK， 看到了，好帅。一锤坐掉，插眼。坐掉，直接。整点一速，软弱无力，80。哇，这一闪现躲避。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一蹦锤下去好疼。必须的。80了吧？姐，必须的。再 Q 兵，好走位，走位，软弱无力，虚弱，偏了一手虚弱，算了 ，Q 兵，回血，就不给你加速，就不给你加速，气死你！还没关系 ，Q 死你！别跟他在这边出动了，你 Q 死你！人头没有经济也没有吗？你都又输了、哎、又输了又上边还欠十个。老鼠在打你，你快走。结果已经三件套了，姐。软弱无力。刚还说三件套，我 Q 乱杀了。我操！我 Q。我 B。全身就他一锤给他拿揍死了。我 B 了啊！他的伤害有点减速太高了。八个。
鞋卖了，鞋卖了，买个，买个啥的？买个什么装备呢？三速鞋吗？有些事就买三速。跟着吸血鬼都去上路刷兵去了，拿不到头。你先发育，别听他的。好。发育起来头照样拿。神装了，神装了，多啊，这么快？姐还行吧，他们都好像都在中路。姐衣服脱了没有？真脱了。OK， 可以给对面送了，可以给对面送了。我想去下路送，他们全部都在中路的。药光卖了，那买啥 ？Q。我去踩。Q。A， 急走一开。实在不行。Q。牛呗。他两个呢？哥们儿怎么还在推线？你是后期啊？等你后期起来啊！他是伤害，他是一下就死了，我抢不到啊！哥们儿，别推塔，别清线啊！等你后期啊！嗯，不出三项出个啥呀、啊？那出什么装备？不要老找借口啊！真的有啥装备可以推荐呢？动点脑子去打呀！落后九个了，上来就九个。姐，我觉得等对面推我们的塔了，讲道理。嗯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发育一会儿。对啊，我小地图刷点野吧，那也不是没人动吗？老吃那两个陷阱，没钱。我吃完小兵再刷野吗？等对面出来。还要我教你做事，很累的。Okay、就刷野吧。杰西出来了，杰西可真的杰西。伤害我伤害不是很高，伤害出个武器，后面还有个泽拉西，我就出个暴击流吧。算了，这一波我的盾被破了，算了，就被我慢慢不上了，我再追了。嗯，这换谁谁先打不急、啊、打波前谁不急，你告诉我暴击流呀。哥们怎么还在推塔呢？哥们不想给你姐，谁推塔了？你不是后期吗？对呀、啊，不想给你姐赢点头吗？上吧，我小法师可没推塔。追一追啊！你让你姐也把衣服脱了呗。嗯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。这说的话什么意思啊？送的更快一点。说的话能不能？这说的话能不能干净一点？我也没说啥。卖装备脱什么衣服啊？就把装备脱了呀，衣服装备不是衣服呀。不上衣啊、你这人素质真低。哎呦，这你是你想歪了，怎么是我素质低呢？你喜欢未必代表别人喜欢呀。你想歪了而已。那不就得了吗？那我不喜欢不行吗？不骂人的时候呢？不是又没骂我，我在乎这点。我也没说你，我也没骂你。哦哦、18了。Q 一下，我找机会拿个五杀。五杀不是翻倍吗？让他就是、哎、这一波难道说大灭一开一锤？不是你过来中路啊！三锤四锤交闪，姐我还没复活呢，姐啊！翻倍不是怎么人全在啊？翻倍 ，OK， 怎么说姐还行吧这一波？替身这么努力吗？替身这么努力是为了转正吗？替身什么替身呀？谁的替身呀？谁呀？夜魔的替身呀？忘了吗？这么快？那关你啥事呀？再说了你认识夜魔呀？老提夜魔干嘛？你认识他呀？就是、我认识呀，我姐妹经常点他呀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我会跟你说这种话，替身哥。那没办法，那没办法。谁经常点夜魔呀？你姐妹叫什么？我姐妹呀。我姐妹什么名字还要告诉你吗？他不问一下吗？我就问一下，他不是经常点夜魔吗？先别说。是能不能杀他 ？Nice 姐，别老推塔呀，哥们儿。姐，那个送。我在等技能，我在等我的技能。我把这卖了。我在他们不是我问你双杀多厉害的，点开一看还是欠人家那么多啊，还翻倍。
我们23个头了，还有翻倍呢，这还是可以追的吗？11个头，这差多少？自己心里没打数吗？嗯、还找借口 ？OK， 姐看好了，别眨眼，疾走一开。OK， 等会儿。没事，我很弱，我很弱。一锤，两锤，两锤，三锤，我再抢了，接一下，四锤，三锤加一个平 A，、哦、不是，别让他拿五三。哦，那是平 A 牛掰。没事，没有上，没有上。下围场又一个五三，那我真是26个。他之前那个五杀有助攻呢，他之前那个。没事。哦，这神在塔下。这个装备跟那个谁强一点？玩个游戏，去认了。心情起伏跌宕的，堪比坐过山车啊！不是，你第一把打那么好，这把怎么回事啊？还有上一把。收集者换了，我把收集者换了。这是我问一下你呢，上把你小姐妹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不是你老打听别人隐私干什么？现在没心情回答你。软弱无力。哎一个 Q， 个头嘛，有，没放一，快走，等一下还是等一下等一下，空到了，感觉没三枪厉害啊，杀了杀了，三枪他妈一个 Q 就能杀的，还有我教你的，好快过来，回家，收集者换三枪，哎呀，是谁经常点夜魔呀？好差点杀。还要跟你解释啊？不是啊，他失血让你，让你把他杀，不是失血反杀你啊？你在玩什么啊？阿福叔，试一下强度。不是能给我个解释吗？哎，福叔，福叔，我也不想这样啊，姐，你这样说我，福叔死了，我有机会。我也想赢，我怎么？啊，你又不是我在比赛，你在跟我顶什么嘴呀、啊？有什么用呢？你好好打不行吗 ？Q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比赛，所以姐你不要一直这样压力嘛，你这样压力我肯定打不好啊。我这叫压力你啊，我只是在帮你而已。我刚刚比如刚刚就在操作，我刚才操作那几个人其实可以杀的，但是你不是技术没有脑子也没有吗？我帮我刚才没帮你控吗？眼睛瞎了看不到啊。那我说的是后面的两个，奇怪，我说的是后面的两个，我说的是后面的两个。兄弟们问你们一下，这个焚天的话和无尽的话，焚天那个暴击无尽可以享受到吗？变大一个 Q， 加速，不是，一个 Q 接平 A， 一个 Q， 哦牛逼，一个 Q， 哇抓 Q， 啊没五杀，他又四杀，差一点又五杀，你在干什么？中路兵线不熟，不清不清，来这么慢，玩的对着点了，姐我不清中路兵线了，对面的，哎呀他在上路、哦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，没事没事，姐咱不动这个兵线呗，我没动、嗯、你看你姐老动兵 线、啊、你看你姐老想推他，你后期英雄他不想给你发育的，他想让你淘汰，懂吗？不是不用挑拨离间吧，你本来就是呀，你跟他一直黑兵是什么意思呢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想让对我们家的兵线过去吗？过去了之后，然后让他把塔推掉是吧？这女人怎么这么坏啊？我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好吧？对兵线他们不要亲吗？亲了不就你出来打吗？你看兵线，你看高地都没了，你看高地没了吧？你看你亲兵线，高地没了吧？你看看，哎、真的是，你看看不是他就是不想让你赢，今天14。不是，别挑拨离间了，行吗？哎呀，好加速呀！这种输，我狗头最缺的就是移速了。姐，你这英雄选的太好了。嗯。五块啊！是这没拿到。500块到手。他是全穿甲伤害有点高，我已经在尽力了，其实我。哥们儿有没有？那么多借口呢？这你叫尽力啊！哥们儿，空调没打开吗？给你打满头是汗。大招一开，80，一棒锤，80，两棒锤，80，不是他在那么前面，80，四棒锤，哇哦，
是他留那么前面，你在后面都没拿到一个头啊，你这就你口中说的后期英雄啊，比不过一个替身啊。不是谁是替身啊，你喊谁呢？喊谁谁心里清楚。打不过就开始打不过就开始搞搞心态是吧？嗯，认真玩呀，我不是请你来当小丑的呀，工人取乐是吗？ Q 才十二个头，36减12，比赛打这样，比赛打这样你还想晋级？48是进12就要降临了，不能杀了，不能杀了，不再吹，等对面把我们高地破了不能再杀了。我去送你，我再追起，我直接跑快送。起来就说这两句话，翻来覆去，你会追，你会努力，你在这个，不是那我，你说这局没别的了吗？你不追难道你还能干什么？你还能让你能去送吗？说点有用的话吧，队里面有一个小丑就够了，你是想当第二个吗？你丢人，我还不想丢人呢。这把确实有两个小丑呀。这一把不要自我介绍。哎呀我被魅惑了。不是你老笑什么，你怎么狐狸的魅惑都躲不掉？没办法呀，我又不是夜魔，我肯定躲不掉呀。哎呦我错吗？根本别生气了，吸血等我出来，我给你加速。如果这么多怎么打？加速。偷塔是吧？偷塔。杀一个。偷塔是吧？走喽，出门喽。四。来，你加速回去。好加速呀！一锤。好加速呀！两锤。这是什么伤害啊？你没见过吧？你也发育，你不能伤害跟他一样吗？大哥，你是在比赛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今天十四进十，我知道是在比赛，结果我知道是比赛，这是我的比赛啊！我不是你说是比赛，我输的是什么？啊，我输的是人头，人头是什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也不想输啊，姐。我每天这么努力，我为了什么呀？我也想赢啊！你的不幸又不是我带来的，你努力关我什么事啊？又不是我让你输的，抱怨上了。又不是我让你输的。还是韩服，韩服多少分呢？还有韩服排名呢？阴阳怪气到我脸上来了，这个比赛就带了汗流浃背啦。这才十，这才我们才十五个头。这我努力在追了，你看我已经在努力在追了呀，这是我的比赛，我也想赢啊。但是拿头了，每次我你努力半天，差距有拉小一点点吗？有缩短吗？我请问巫术合计是一打，你怎么舔个脸跟他说你再追了，你再努力了，你努力到哪儿去了？他前面这么说，他前面这么搞我，然后姐我现在姐加速加速，一旦要打的时候，起走一开开大，我闪现给你加速，谢谢，你打得了，牛逼！我这怎么好好打得了啊？我这打半天给别人打的呗，意思是多找找自己伤害够不够，装备起来了没有？是他开影头子吗？哎呦，你这老头选的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这老头选的太会选了。肯定要不是他还有个十点。太会选了，这老头。他是英雄，还可以帮他一起加速。他还来中路抢兵线。谁来中路抢兵了？你家老板上路没抢兵啊？我前期不也恶心他了吗 ？Q 兵。我就负责送人头，钢板就负责拿人头。没事，找机会。41个头、你好好打，你不要领这种替身哥的嘲讽，知道吧？替身永远是替身。
你说谁替身呢？好，我说谁？你接什么话呀？你说谁呢？点名执行说你。你说谁呢？哎，我只有钢拔。你说谁呢？那也许你说谁呢？你那么愿意接话。你说谁呢？五四杀。没事，又没五杀。你说谁呢？哎，我是真的服了。清空了吗？我说一下，你来真打，你真打五杀。不是清空了吗？这一波你们有助攻吗？清空了吗？不知道哎，有助攻吗？好像没助攻呀，姐。清空了。是在玩这个头白费。清空，清空了，哥们儿，给你人头清空了。白费。这他清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死了，你应该是没有助攻的。那个，这我也很服。清空了吧，应该。我清空了，不是清空了。我知道了，姐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等一下，我他只有拿五杀才能挽回，而且没有。对你这把拿五杀才可以清空我的了。嗯，而且还没有助攻的情况下。嗯、对呀、啊。不是，但是五局比赛你也别得的这么早吧？清空了呀。你别得的这么早啊！还好你这把，万一我一会儿就五杀了呢？我一会儿五杀你就清空了呢？对你这把，那你五杀呗。我肯定不给你机会五杀呀，这一把。他给你机会五杀。哎，这个头都是我的。要么只，你看这个头都是我的。你好好打呀！你清空了我没有啊？我还想赢啊！我不想给那么多啊。八十。十九还要翻倍，厉害呀！每天不是你，你认真打呀！你跟着他 K 头啊！你知不知道十九翻个倍什么概念啊？姐，他一个 Q 就能把人头杀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也，你也提高伤害呀！不是我，永远都不会停息。你没了，我还有呢，能不能认真打？拿出技术来了。在哪儿啊？我看到你了。清空了，哥们儿，你这把人头已经清零了。拉垮了。你这把人头清零了。白费。你这把人头已经清零了，你还在打吗？好，我在。你也别装呀！你装上了，你装上什么了？你装上了。我一会儿我万一五杀你清空了呢？你现在就装上了，没结束之前你就不要说这些啊。对，哦，他姐，我懂了，姐，他等他装备起来了，给我清空了，想跟我同归于尽，我懂他这个意思了。疾走一开，八十。我跑不是你去啊，他在中路打了，他就一个头了，两个了，八十，三个，八，不是啊，哎，被我到了，你先别管他，你去打。算你小子可以凭什么？算你小子跑得快，不然这一波又要翻倍了。小心！不是你别拱火了，行吧？他人头清了，我又没清啊！你别拱火我的选手啊，贴身哥！你再喊贴身哥，我再找机会拿个五杀。不是我好心好意提醒你，我还有错啦，好心当成驴肝肺是吧？八十俩。超雄姐，我超雄，我哪超雄？我这么温柔一个人，紧张是不是嘚儿啊？你温柔，你还温柔？我出了名的温柔，好吧？强，出了名的温柔，你没强，这就问你，哎呦坏了！紧张是双杀，好，双杀了，回血，我过来了，你努努力拿个五杀，你别让我老看双杀，回血，没事，我回血。说谁替身老拿个双杀看有什么用，拿五杀。哎呦，点错了。哦对了，姐，我这个清空的话你得跟客服说一下。行吗？对，我就跟他说。不是玩的，我却说了。不是，还没有结束，跟客服说什么呀？那赶紧拿个五杀呀，我不想直接去客服那边报啊，100个了现在。不是，我们拿我说的清空这个东西，这把拿两个五杀。你们自己算呗，别让我这样丢人呐！这么多个，100个点，100个头了。我跟助理说了，
不是他要三杀，你在干什么？嘿嘿，起飞了！你有什么心思吗？在那打的，你失恋了，哥们儿，分不清东西南北了。你比赛你不想赢了，你不想打了，我还想要呢。我怎么可能不想打？我怎么可能不想赢啊，姐？嗯，那你好好打，拿个五杀给我啊！我十五减二十，软弱无力。105啊，105个头啊！你还是105个头？10000点啊！哎呦，真厉害呀！10000点，一万点，我拿去干什么不行呀？我点个魔子哥还能开心两天呢。这么下头吗？你这种下头女必须得让你多输一点。下头，我下头，低俗。你愿意当替身你就当替身，我低俗，我下头，是认清自己身份吧？还我下头上了，下头，就下头下头女，谁能有你们下头啊 ？Q 死你！不是你，你没脑子也没嘴巴吗？人家攻击我，你不知道说话啊，扶苏。我姐说什么关你们？什么关？我一会儿就拿，我一会儿拿五杀。啊！杀回来！杀！你倒是杀呀！你倒是杀！你不要嘴上说身体不动啊！我俩太高了，他一直在黏着我。我俩都双杀是吧？我俩都双杀。不是双杀有什么用啊？你在跟我狡辩什么东西啊？全都是别人的责任，你自己没点实力吗？你自己没点问题吗？姐，他一直黏着我，我。你被甩开他吧，你不要那么多借口，行不行？差多少个？你这些没打比输。Q 死，是比赛你不打了就。Q 死。一波，你就就一这样你还努力上了？就一个 Q 给他秒了，就一个 Q。你是怎么没在努力吗？对，一个 Q 给他秒。姐，我从早上，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我从早上起来我就开始练，从早上起来开始练，我练了很久，我准备了很久。你这样一句话否定我，我真的。不是你努力早上晚上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又没耽误我时间，自己没点时，你在那跟我说这个，你让我丢人，你怎么不说呢？说这么多你怎么不说呢？不是你委屈上了，你委屈什么东西啊？我都没说话，你真的委屈、啊？解送吧。他每天早上练啥呀？多找找自己问题。练手艺吗？练手艺人吗？不是你一个替身也别这么一直叫啊你。谁是替身呢？不是你们别笑得太开心啊！有本事比赛结束，我再叫人去打，我们继续。他妈的比赛不能换人，让我出这么多血，不然我也被输这么难看。你要换人？什么好笑的？你要不是你要换谁啊？你要换人？反正我找个厉害的来就行了。你笑那么开心干什么？你把你那个姐妹的那个顾培叫过来呗。不，但我怕你们打不过，别说我欺负你们。哎呀，榜一确实打不过。不想参赛了。榜一确实打不过。那你实在不行的话，打完之后的话，打完比赛之后，你把那个夜魔喊来呗，我正好想跟他切磋一下，看他实力怎么样。你也配？你也配？你又想上了？不是打就打，那我真怕你说我欺负你啊。我想挑战一下。行，我们就这样说好。行，就这样说。确定是吧？对，我想挑战一下。我确定。想看看你姐妹是谁，经常点夜魔。我就想看一看。我在俱乐部接单这么久，确实也听过这个名字，确实是榜一。上个是上个月的榜一是吧？还是怎么说嘞？啊！我又杀了四杀了。冠军吗？四杀，又四杀。下面你回家。哦，我毙了，四杀了。不是你不要他拿五杀。没事没事，有小兵打断他姐，有小兵打断他。我回家，我先回家，我会先回家。五杀五杀五杀。不看你就让人操不完的心。五杀五杀五杀。我来了。你说说，反正人家有魔抗呢，你秒不掉，我有机会的，还给我减速了一下。
哎呀，交闪了，那拿不到五杀了。哎呀，那拿不到了。还有个闪现。你看唱不完的戏，一会儿不看，你打成这样子。这连个人头都拿不到，你在玩什么？打什么比赛 ？Q， 我也不想啊，姐。Q， 但就是口中所说的努力。Q、他的中期伤害太高了，一个 Q 就死一个，我。那我在家先把兵清了。行了，闭嘴吧！你听你说话我就烦。我去看一下那个夜魔。看一下那个夜魔是七月份的榜一，所以你们最好别惹我啊，不然我等一下怕你们都不知道怎么收场啊。你喊得到吗？你人家凭啥接你单呢？啊，你声音这么难听呢。就是姐妹， 你姐妹就找个什么榜一什么夜魔，有这么回事吗？软弱无力，会这是什么伤害？怕打不过，怎么人身攻击起来了？等会儿你们别太难堪了，我真的是怕你太丢人，好心提醒你。七月份的榜一夜魔是吧？不是笑什么？这么开心吗？拿啊，赢一把给你装起来是吧？我家怎么买下来那么多？那肯定呢，一个头呢。钢板的名字就是让抑郁着你踢到钢板了，懂不懂？哇，哥们，你现在最好是识趣一点，不然有你们好果子吃。哎呀，这都没死，这没死。哥们，你踢到钢板了。好，抢到了，抢到了。就抢到一个，你在得意什么东西啊？我要的是五杀，就一个人头，你在那得意上了。扣，扣，姐，我去拿，我去拿。他们的死亡就要停止了。Q， 你不拿，难道你在等我拿吗？说这种话。Q， 说话都不过脑子的。我操了个 DJ 了，软弱无力，我机会来了，一锤，机会来了，两锤，不是这什么？又回来了。三锤，八爪鱼。不平是吗？五杀。不是，他是伤害太高了，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买了一堆魔抗，我有点打不动姐。他们这么多魔抗，我哪里有啊？就几个人做魔抗，还没有，就两个人。连老鼠都在买魔抗，连老鼠都在买魔抗。就两个人，其他人都是全输出的。不是，那你想想办法，人家出魔抗你就不玩了吗？你老跟我抱怨有什么用啊？人家就会赢了吗？人家想清空我的人头，因为他再推或者不推，他也是要打满五局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有点，这小子想等他神装，想清空我的人头，好吗？你又狡辩上了，我不想听，行吧？他出的什么？带的是什么？认真打就认真打，那么多借口呢？要不你去编童话吧。这个老嫂子想喊她的闺蜜约夜魔跟我打一打。你的两个头给你装坏了。谁不能这样？不止两个哟。我们两个五杀，今天还是打比赛。我 kill 死你个！14-12，一个头连翻100点呢。这把两个五杀，还有五杀拿不到，我太脆了，太脆了。去泉水的话，走到他脸上我就死了。推塔了，推塔了。我去边线，我去抓落单了去。软弱无力。最好是啊，软弱无力。哇！啊！人头消失处。哎，机会来了呀！先把狐狸秒了，就他有位移，两个，其他人不是怎么？不是他等，别让他又拿五杀，现在不是回来呢？不是这边上怎么一个人不来呀、啊？软弱无力。我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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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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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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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连不上，姐，拿，哇塞！
双杀双。哎，没连上问题不大。双杀还是他的。哎呀，没事，我八十个了。直接带走吧。姐，你锁一下塔呗，我在外面的话，再叠一下 Q。他要是我刚才没拖那一下，他是不是又五杀了？你在干什么？不是，能不能不要老在那儿不带脑子玩游戏呀？会不会有人冒充我？哦，也是哦。也是哦。嗯，赶紧退了吧，别让我在这丢人了，我真受不了一点，我现在整个人都要破防了。我再退，我再退。他怎么在推塔呀？你怎么不是还不让人推塔吗？别推呀，别推呀，哥们，我不杀了，我不杀了，给你杀一会儿，我不杀了，我不杀了。你别推呀，哥们，别玩不起呀，别玩不起呀。请兵，直接推。我不杀了，我不杀了。我人头都被清空了，我为什么不推塔呀？我不杀了，你再……哎呀，我操！你好恶心啊！你怎么还推塔呢？我真的是我人头被清空了，我小法，嗯，阿福说，哥，我玩了小法，他玩小法了，姐，他这把玩小法了，开始学上了，缺上，对，开始学上了，无处可藏，翻墙。哎，我操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我先送的，这我先送的，我先送的。没事，我这看到了，这啥意思呀？蓝刀锋很强，翻墙，这孩子，就还有气泡呢，翻墙，确实，翻墙，不想再被恶心了。没事，这把不要那么多借口，该用就用。这把他送不过我，就说这种话，不想听，拿你的实力说话行吗？哎呀，怎么不要嘴嗨？跑起！哎呀，这塔怎么突然先打你了？这把让我好好打，好吧？这把奇了怪了，我整不会了。给我气坏了！干掉一个，我气坏了。跑过了。游走没办法，没事，直接取带着你走。Okay, 我再走，翻墙。哎，姐，我跑得比他快，反超了。是的。哎呦，还有治疗，再给你交个治疗，快去，去吧。哥们学上了呀，我还个老头。对呀、啊，我解完了老头。你不要老管别人，你怎么送人头都比人家慢，老找别人的。OK。你跑的比我找自己问题。跑的比你快吗，姐？别人问题。你先跑，你先跑着。这有加速，我肯定撵不上啊。我你先吃技能。哎呀，死了，没办法。你死了，那我就往泉水走。哎呀，给你加速。其实我还挺好奇那个她的闺蜜叫什么名字的，挺好奇。别管叫什么名字了。那我觉得你闺蜜还挺有实力的，居然还能带着榜一打游戏，挺强的。肯定啊，包有实力，也不看是谁的朋友。那你的闺蜜这么牛逼，你咋这么捞呢？我哪里捞啊？不是你们是你们骂老板的？不是，我没骂老板。我啥时候骂人了？我说你捞呀，我又没说，我又没骂你。谁让你说老板捞的？谁允许的？不是你哑巴吗？福叔，他们两个说我，你不说话是不是？我。咱们送多少个？不是他们说话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。我送六个了。我们两个就没必要插嘴。人身攻击你老板了，你站的装高冷是吗？你有什么心事吗？哎呀，帮了吗？快来吧！我来了。拿人头说话是吧？三。姐，他这把也玩小法了。他看我第二把玩小法，他这一把就是。又拿人头。他这一把是属于是鹦鹉学舌了。我看看你小法怎么回事，你拿人头是怎么拿的？你看咱们就，女警别跑了，不杀你，你就把我打死吧。
不杀你。嗯，咱们拿他一半了。但是我也死了七次了，姐。翻墙。不想听，我不想听你死几次，我只想看到一个头，你死还死那么慢。死七次了。哎，算了，我在泉水等你吧。哦，那也行。哎，刮你一下。嗯。怎么把这边刮死？肯定不能刮死呀，刮死我得多送五个，那多耽误事儿。我就是让你多送五个。风风，他玩的小法师，来研究一下。嗯。哎，我脸不上不点啊。墙不能翻了，我这墙都变红了。他怎么又能来送了？你在干什么？哥他。其实我开着疾跑呢。疾跑还跑这么慢，不是那，你都干点什么东西？好，加速。OK， 我再送一个，我可以发育了。然后我再给你升个级。你还能喂经验呀？你这英雄还能给我吃？差一个就去送啊！你跟我汇报有什么用啊？我都替你拿人头啊！我吃个炮车吧。我再去了，行。OK， 送完了。总说那没用的话， 我真受不了一点。送完了，咱们就去拿人头了。哎呀，必须的，姐必须拿头的。常见。我在这儿。好，姐好了，我好了。人家也好了，能不能？哎呀，扶叔啊，扶叔，你看，扶叔，你看，我老板一直在帮助我。你家老板除了压力你，他一点不帮你呢，真的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去送人头去了，去拿头吧。你看我拿两个了，扶苏、哦。你看我送人头快还是有用的吧？又拿两个。送人头还是有用的，我毙了。没事，姐，没事。嗯，一下2000块钱到手了。厉害。哎，他怎么退游戏了？谁退了？嗯。不知道呀。嗯。哦，可能是掉了，可能掉了吧，没事没事呀。啊，这凭什么？小法前期得发育啊，哪有那么多凭什么为什么的，多找找自己原因。你又不是刺客。又拿1000块啊。送的姐送的快还是有用的，讲道理。是的，开局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你拿前期英雄。非要选个好奇的，不是主要那个扶苏，主要是我姐太会玩了，她老玩老头的话给我加速，你懂吗？不是我们两个就不用说话吧？我觉得我在帮你讲话呢。大力他干什么？玩你的？我才四级，对面石头人都七级了。不是我跟我姐。就不用你说话了啊！就不用你，我不用你帮。三个头了，咱们都理。你别搭理他。放心，我不会帮你的。放心。不是你个替身，你还替他说上话了，还替他找上借口了。小丑。下路有。别自我介绍，不想听。小丑。不是好烦啊，人呢？下路不有人吗？你跟着他，还要我教你怎么玩啊？宰了他！必须的，厉害！不是你人呢？走位躲避，他死了。来，我死了，你来了，你在干什么？脑子反应慢半拍是吗？哦、你小脑完全不发育，大脑发育不完全啊！你中路是有什么东西啊？在？我跑得慢啊，姐。哎，他中路又要说我。算了，我不去他中路。没，不用去，不用去。我们现在优势，没必要。天天那么多借口，找不完的借口，说不完的话。没必要脏他。无处可藏。我想找人送人头。翻墙。哎，扶苏没血了，我救救你。来，我来了。不需要，不需要，我回家就是。
你回家我得救你啊，翻墙。打不了，你想自己拿人头吧？打个被动。打上次还是打比赛来的。乔法师前期还是太弱了，确实没办法。我只能趁你前面的话有点弱，我得多拿一点，不然等你后期的话打不过你。就是啊。想。不用你加慈悲。他都嘲讽上你了，你还听不明白，还跟他对话呢，你少。不是姐，你别。我干的 like。不是才开始多久？这不是才刚开始吗？我这是后期英雄，你没必要这样讲啊。落后戏才开始，你跟我讲。你能喂两次经验吗？他开始你就一直讲没必要啊。行，你这样不是，你这样很干扰我。我说真的，趁他没发育起来，赶紧多拿一点。我也想赢啊，赶紧多拿一点，不然的话这没点实力说上我了。不是你有实力，别人能干扰到你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就杀了一个了吗？姐，这个小流浪啊，你用着急吗？我一个后期英雄，你一直在催，一直在催。我成打野了，怎么打吗？你一直在催，一直在压力。你打得好，用不着我催你。前面说的多可怜，自己多努力来打这个比赛，不是你打到现在，哦，打这样啊，就这你还想十四进十二？哎，我操！不是姐，我给他减速。别找借口，不想听。我给他减速，来。我来了。QAW、他死了。再死啊！我现在装备太好了。这又拿一个。闭了。你别催，现在才前期，你别催，好不？你别催。你别跟我对话了，不想听。窃毒九头蛇，然后收集者来一个。这把猛猛杀。哎。刚才那个张小鸡拿了100个人头的通报，姐，你帮我问一下那个。帮我问一下，我这个就是你看一下，你查一下我这个战绩，我现在多少头，差多少头，200个头啊？无处可藏。我刚刚来的时候问了，还差第一局才181-80，还差41个。这为什么要给他死？我刚刚问了的，还差41个，咱们就可以听通报。就我这一把的话，我的面板是41个头，我就可以拿到200个头的通报。对。行，不是人家都有听通报了，你在干什么？然后现在咱们还差31个头，然后现在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发育了。其实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啊？你现在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呢？我说我操作。嗯。还差41。我来帮你。没事，姐，我杀了，我杀了。战杀三强，就杀一个。姐，我是后期的，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是后期英雄。过来呀，过来呀！来了，倒是过来，来了，姐。他们人呢？哎，我该选打野了。杀有点高啊，这个人。哇，打野好快、啊！我去补下吧，我去补下装备。打野好快哦、啊！打的什么？你要是不行你就，没话说。我在不知道拿什么言语说你。你也可以上，给我们也加一下速呗。谁呀？不认识。翻墙。不是，别这样啊！都是女孩子，何必这样子呢？针锋相对。你刚才还喊他大姐的，你还骂我老板大姐呢。就是尊称一下大姐有啥？尊称大哪有谁家那个尊称女孩子是大姐的呀？你要喊她小、就是、那个，你喊她，不是你也信呀、啊？这为什么抢不到啊？我在呀、啊，不是好烦啊！我进来的时候，我在问你，你也拿2个头了，能不能换一下？来笑了，你说谁大姐来了？怎么样的？对他喊你大姐，忍不了。他自己说你是他大姐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别给脸不要脸。你这人真的太恶心了。推卸，我恶心，不是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想找人来打你。
我姐好像也没说什么恶心的话吧？收集者这样说，收集者不太对。我很记仇的，也别说话了。我丢人全子来，全来自于你。当然，受不了一点。没找到他。小法师现在两个头还没起来，还是有机会。就是。我来了，现在领先十四。小法来帮你，你看本来我是中路的，我还让你位置，真的。马上就起来。本来我是中单的，你现在搞得我去打野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是自己杀不了。通情达理。哎呀，凭什么？我操！不是废物吗你？哎呀，我操！这流浪，这流浪给他杀了，我去下了。来吧，我在下路等你。下一个还差很多，你真的。通报还差几个头嘞？有什么话是说你？通报还差几个头？咱们面满41就够了。走。Nice， 太生气了！加速，该太气的人是我吧？帅。没事，还有机会，我们还有机会。现在时间还不久。厉害了，15分钟了，我看你的后期要到18个，离41个还差23个，还差23个头，23个头就可以听通报了。你能不能别来中路吃我兵啊？对，咱们面板只有41个头，咱们就可以了。咱们就可以听通报了。他们的伤害也太高了。我在你这儿脸全丢完了，里子面子全没有。这受不了、这为什么没抢到啊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想抢人头，还想抢人头啊你？什么叫抢人头？最后一件出个夜刃。我不上场的玩意儿，咱们就差一点点。不是为什么不能换人呢？一直在那丢人，真的好烦，好烦，好恶心啊！我过来跟你翻墙。我闭嘴吧你！又找借口。我已经在进行跑了，姐。我有是在问我打比赛，在问你自己打比赛。哇！不是，这是我的比赛，姐。你也知道啊。对啊，我也想赢啊。那你这样讲，好像，好像说的我不想赢一样，是吗？哥们儿，你接单态度有点差了。也不想赢。你看我第二把小法，我落后了，我对老板说话都是，没事的，姐，我能追上的。你看你这态度，怪不得老板压力你啊！我来帮你。在呢，在呢。啊，数字1到9，你喜欢几啊？数字1到9，我喜欢几是吧？对，哪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？啊，哎呀，没事，不是凭什么？这是魔伤害啊！毙了。不是我大招都丢不出来啊！哎，我还是去下路吧。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了，全程听你。姐，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？我怕有坑。我就是问一下嘛，没有坑，你放心，我啥时候坑过你啊？姐，你先送呗，我现在发育挺好的。我再送，不要妨碍我。Shut down。1到9，喜欢哪个数字？我就下路吃个人头。哪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？这我就不知道。不要跟我讲你的规划，我完全不想听。哎呀，随便选一个嘛。随便选一个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我选9。啊！不是我大招都开不出来吗？凭什么？人家不是有谁在拉着你的手吗？
在按着你的键盘不让你放吗 ？OK。不是我姐，我一直在按，我有在按，我大招我一直在对着他按。这边有人。其实27我来呀！我让你飞起来。这有人头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有机会，我跑。这都不死吗？哇，我真的服了，不是这为什么打不死啊？因为你太……你给他拿出来，你在干什么？因为你跑太慢了。我，懂吗？我能翻墙。你看我姐还给我加速，你看看。姐，我喜欢九这个数字，我喜欢九。他是停 ，nice。他是给他加速，他没他跑图太快了。多找找自己原因，为什么自己跑不快？不是你就不能选个跑得快的英雄吗？上把是这样，这把还是这样。打完了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打完跟我啊，有啥含义吗？九。打完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幸运数字。有啥含义吗？九。给你们。他一直在拿人头。别太我听了，我心烦，真晦气呀。那你喜欢一到九哪个数字呀？我喜欢六，因为咱俩就可以勾在一块儿了。啊，你的意思咱啥意思呀？这是什么什么虎狼之词？这什么虎狼之词？勾在一块是啥意思？不是你九不是反的吗？是竖着的勾吗？对，我六不是往上面的勾。他这为什么把把都能这个伤害啊？哦，你六我九是吧？行，前面还消化别人没技术，看没技术人是你吧？愤怒和气，哎呀！我去送人头了，你害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。我去送人头了，就是有点。中路有。我操！他都摁死到宝宝了。我让你飞起来。拿一个有什么用啊？他不知不觉的就五个头了，还没死。他等下法强会越来越高了。什么话呀？没事，我看情况。你们别太嚣张了，加油，钢板。没事，姐，我等会儿法强高了，我也能一个技能秒人。厉害。没事。想听。没事。别给我画大饼，我真不吃。哎、对面的你们也别太嚣张，你们两个，有本事比赛结束你们俩谁都别跑。啊，我真的服了。不跑。比赛结束。不跑是吧？行，不跑，没事。正好想跟你那个夜魔切磋一下，正好。那你最好是别哭，我真怕给你打哭啊。为啥会哭啊？为啥又哭啊？为啥会哭？自己心没点数吗？又杀了。咋了？他包赢了呀，就要哭了。他没输过呀，我就不信了。咱们还差六个头了。人家榜一什么实力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榜一啥实力？榜一啥实力？反正比你厉害。5个头，4个头，就差4个头了。哎，就差4个头可以通报了。41。对，我在哪呢？是落后30个头，咱不会完成就卸载了吧？啥事？你这样压力我怎么正常？你这样压力我怎么正常玩？姐好大，我先闭了。要是能正常玩，我会压力你吗？没血了。他好像打到，OK， 我给你32个，加起来200个头，加起来200个头还要多。红枣，我看你 IP 地址是重庆的，重庆哪里的？古城啊。古城是吧？古城的，对，九区，你猜一下是哪个区？哦，没去过。哎，这段时间他连我跟着你才能打。前段时间出去避暑去了，太热了。哎，几个了？39个，差2个头了。39了。得赶紧拿2个头。一身转战3千米，一剑曾当百万师。恭喜阿兔选手在今日比赛率先拿下200个人头。又是这个阿兔，阿兔气宇轩昂，无可匹敌。他老偷我的通报。
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。恭喜阿库选手在今日比赛率先拿下200个人头，阿库气宇轩昂，无可匹敌。姐，那咋办呢？这通报给人抢了。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当百万师。张小鸡抢了我100通报，阿库选手在今日比赛率先拿下200个人头。没事没事。阿库气宇轩昂，无可匹敌。阿库，哎，我刚刚不去送就好了，不去送。没事没事。加速。姐，我主要这个，我只要能晋级就行了，主要是多拿个多拿点五杀，这样的话你收益大一点。过来，下路拿头。没事，你拉什么蛋？来了，你多拿点头，五不五杀不重要，你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，咱今天必须把这个级给进了。都没了，你来。今天是14进12，下次就12进10。对，马上就10强了。嗯，去哪儿呀？中路不有一个萨勒芬，你们你看能不能拿呀？等会儿。你老溜达啥呀？你溜达鸡呀你？25，你跑山猪还是溜达鸡？我来了，这一次比赛好像有高手。哎呦，不是，那咱们让他拿了。感觉有高手。塔上我扔过来。感觉有高手。我给你挡，我给你挡去。不用。晦气不晦气啊？不，直接做掉秒掉。不带点脑子玩游戏。杀了。那咱们要不要往上300冲一冲呀？可以啊，300，可以，有机会的。Okay, 那我有机会的。行，那我先去，我就送了，别让他们。你送就行了，姐你送。我这一把多拿点，我这把南刀锋杀人很快的。行，45个头，咱们要拿这把要拿141才行。得拿141个头。下一把。打人机都不带杀这么多的。我来帮你。没事，我帮你才能拿得到头。我来了。这不行，咱们就下一把嘛，对吧？走开呀、啊！好、啊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啊，你杀了吗？我伤害变高了，他。不是你一直在抢我人头吗？他才9个头，他上把还清空了，上把清空剩还9个。别提这个事了，不行吗？你就看哪里有头，你去哪里。哥们，别给我大声喊叫啊！等一下我推塔了，你就9个头这一把。中路那么多个头，你看不见吗？眼睛不要了吗？姐，插个眼，插个眼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你倒是来呀！什么事都要我教你，饭我要不要喂你嘴里边吃啊？不是姐，我这英雄特性就是没他那么灵活呀！你怎么说我也没有，也没办法跑得那么快啊！没事，找机会呀！机会难道是别人塞到你手里面的吗？我的妈呀！你怎么这么蠢呢、啊？跟着小法吧。不让他拿头，没技术就算了，还没脑子。不是哥们，你怎么活这么久的？你告诉我，中路这不萨勒芬你来了吗？你过来呀！又去下了，好，你不用来了，你搁下面玩吧。你不用来了，你搁下面玩吧。没事，他现在还没有没。他现在还没有特别起来，我现在还能再杀一会儿。姐，如果五杀了的话，他不就清空了吗？对吧？你别着急嘛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那么着急。八爪 kill！ 哎，谢哎。五杀！哎，哦操！我等你五杀。这准备谢谢。你给我气吓了，我还五杀。无处可藏。有坏人。差点五杀了，给他抢了一个。是的。看谁快吗？看谁快吗？看谁300个人头快吗？真的，来吗？看谁快？我给自己偷了蛋，怎么就还死了呢？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300个有机会的，这一把的话我很快，300个得杀141个是吧？不、哦，
现在是14个。什么伤害啊？那开玩笑，就我这实力能打得过夜魔吗？我这实力。我你花拿什么跟人家绑一比呀、啊？就我这实力，就连跟他切磋的门槛都没有吗？你对自己的定位没心里没点数吗？问我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翻墙。我来了。Double kill。你回去干什么？我没血了。就我来了，我刚刚想回家买个帽子，我身上钱有点多。上不了。他已经把帽子出了，他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点法强了。我看看呢，他1149。速战速决吧。不好评价，真不好评价，十个头给你，你就满足的是吗？争取这把多杀一点，下把的话就轻松一点，有机会拿300个头通报。我法强已经挺高的了。他现在在疯狂叠法强，疯狂叠法强。我要人头，我不在乎你法强。不是上古杀啊！几个？气坏了！他要我杀你，这他不是你这啊？攀塔 kill， 攀塔 kill。你不是上了，你站在他屁股后面，你让他拿五杀。不是你往回走那下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姐，他杀的太快了，我再走啊！我都停都没停过。好，趁他们现在复活时间还没有那么久。好，非常。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你，真的没话说。姐还可以吧这一波攀塔 kill。不是回去买个装备就在一个人走一条路在那发呆，我真不知道你是在玩什么。蓝还抢我的。就你这样，不抢你抢谁？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姐，你干啥呢？别发那么多呀，你发那么多干啥呀？哎，你先别慌，这等你打完了之后来。发那么多干啥呀？别推兵线呀，又不是。哦，不推。过来，中路打了，你去哪？肯定喜欢了。来了，我来了，你别怕。操！直接拿。啊！小法师很难受。这凭什么？我法强这么高，为什么？我速度快呀！你法强高，但是我速度快，我刀太快了。累了，真的。咱们拿了多少个头？别找借口了，拿了64个头了。哦，对，64个翻倍。翻墙。直接。不是我为什么会选你啊？当初啊，三百个头了。不是，就你都没死。翻墙。波峰。咋了姐？站着唉声叹气上了。还有两个中路，有两个头，中路有两个头。看到了，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一个，两个，出来，三个。难道说，哎？是你别让他五杀了，别再。他怎么次次都是这样啊？他。他这个大挺能抢的，他大招。哇，他这个好恶心。没事，小问题，没事。我真受不了一点，这样打让我等他复活。41、27、30个，这把的话得拿个。你别你的了，姐，你送，防止对面点了。我再送。我也想你，找借口了呀！我真服了。防止对面点了，有机会300个头了。我一直搁那跟你说什么呢？
有机会三百。我也很难受啊！你这么你这样讲我，你每次都这样，你每一把你都这样，每一把你都这样。我在打架的时候，你也要这样想，也要这样讲。你打的好的时候，我说过你吗？我怎么好操作吗？我怎么好操作呢？你操作不起来就怪别人是不是？不是那么多借口呢，就你这样，你是怎么来？怎么好意思跟我在一块玩的呀？你看你老板真的，你老板就单纯就压力你，真的一点帮助不给到你，哥们儿，我都心疼你了，服输。我心疼你了。每次都要我去控到人，你才能杀。我又拿五杀了，两个了。两个五杀呢？我这英雄发育的有点慢，我。哎呀，匹配的时候我有没有？我每次去哪，我一去哪，匹配到猪队友打比赛确实难受。我每次去哪他都在，去哪他都会来抢我的人头。他前期发育，我跟你说，拿个前期英雄，前期英雄，脑两个，你脑子没有是吧？耳朵还是在流氓了？听了没呀？自己拿一个后期英雄跟他打半天，起不来怪谁？73，咱们通报。姐，他们送也送的快一点。他们有个加速，他们送也送的快一点啊！翻墙，我怎么？那你拿个前期英雄，我怎么走快一点不行吗？我怎么走得快一点啊？这英雄他就是走得慢啊！他难道可以翻墙啊？我能怎么办？不是你选一个好点英雄不行吗？你老怪英雄干什么？自己就没问题啊？那姐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可以选一个给他加速。洛兰，你站那么后面干什么？34，我每天都要教你做事打游戏啊！哦，不是，这比赛让我自己来打好了呀，我觉得我也能14进12。65，65个头了，哥们。没有，我们76在麦拆，65个头可以听通报哦，75个头听到更版的通报。不是，唉声叹气的恶心谁呢？唉声叹气。不是姐，你一直这样压力我，你说让我怎么正常玩吗？我怎么正常玩啊？最正常玩不起来怪别人，你把怪我多少次啊？我给你背锅得了呗，年纪轻轻就得腰椎病了是不是？姐，我不是说怪你，我只是这把开始之前我就说了，你这把让我好好打，好好打。但是你还是一直在压力我，我正常玩不了啊，我正常啊。姐，送。你，我说的最多的字就是送了，给对面送点头了。开局的时候就这样叫我。我怎么搞嘛？我怎么说嘛？我怎么不正常玩啊？马上五百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没自己思路啊？马上300个了，废物一个。我们80个头了，你们才14个。今天打比赛，你能杀住14个人头，真的。主要他老板，主要他老板的话不帮他呀，这付出，懂吗？不用你在这挑拨，理解没？不是挑拨，真的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 nice。 我们的事情又不你说，你看我都帮你说话了，服输你还说这种话，真的不需要。行，等下清空你啊，让你淘汰。清空呗，我一会儿就一直跟着你。行，你要这么说，我要找机会清空你了。翻墙。我去。Legendary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擦个眼。82了。为什么这么丢人过？1、2、3。这个82个头，他们还在。这个通报我就不信，他妈的他比我还快。除非他开挂了，除非他玩一个拿头更屌，更屌的英雄。哎呦，这小法！女血这个头怎么死？好灵活，难道真的废物来的？难道很灵活？无处可藏，烦死！压力有点大了。哥们儿，气得他自己，多少人？哇！不是这是
这什么伤害啊，我操，太什么玩意啊，是吧，我狂妄都191层了，狂妄已征服的英雄87个。哎，我真受不了一点，我真是这辈子都没带过这么烂的比赛选手，一局输171个头，我真是无语。我才发现有个叫做妙妙的老板给我发了一个 YY 私信，他问我一个小时后接单吗，有大单子价格你提。妙妙是谁，我由压力上的阐述是正常玩的，一直我一直都挺难。这个妙妙会不会就是他的闺蜜啊，他说一个小时让我接单，我咋回啊，我怎么回啊，是 我不想丢人了，你自己想想办法，我咋回啊，能不懂啥情况？88个头，88个头。刚才有个，我以为是红枣给我发照片呢。我不想丢人，也不想在这儿。有人给我发私信了。解决掉这个事情，别让我丢人了，行吗？喵喵是谁？那么多吧。我看一下照片。啊，哥们儿，咱俩素不相识的，你这样不合适吧？不是姐，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吧？这是我的比赛，我也在打呀。我辛辛苦苦打了那么久，我从一开始打到现在，我打了这么久，我每天都在练，你，但是你现在就是只是，但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，现在这个利益捆绑在一起就跟我有关系，懂不懂？我不会打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？我不想听你多努力，我不想听你这点借口。姐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利益啊，我也想赢啊，我没技术咱就别玩了，行吗？90个了。不是你赶紧结束吧，翻墙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你。 Legendary 也91个头了，91咱们还差50个翻墙，走你。不是这什么，哎，帅不帅哥们，我真的好烦啊，就这英雄帅不？好难受啊！什么？你是呆逼吗？呆呆，太帅了！就这还努力上了，你又搁那儿努力上了，又在那追上，别自取其辱了，行吗？你别带上我啊！我真的不想陪你在这丢人。翻墙。93。93，石头人还有个女警，操，还发一倍，比上百还多，牛的，不知道怎么说。这发的照片有点烧啊，相当于有点烧了，毫无意义。嗯。Legendary。不是什么 ？Double kill。他单局都要拿100个了。我知道了，姐，我也很难受，我也难受。看不出来，真看不出来你难受。是我看你玩挺开心的，愤怒，挺满意自己的状态的，挺满意自己的战绩的。95个，翻，我操，他妈十个头了！姐，这是第四局比赛了，他给我清空那局，我要追人头啊，我不想被淘汰啊。不是你拿命追吗？你差多少个？那不是还没有到最后呢吗？这还不到最后啊！97-41，我想穿进队伍里面帮你了，知道吧？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快！泉水来！快走！当当当当当当当！哎我操，哥们跑得有点快了你！哥们跑得有点快了。4、3、2，哥们为什么跑得比我还快？快，哎呦我操，居然你跑得比我快，这忍不了了。还行，跑得居然比我快啊，准备拿通报了，这把我得拿几个头就给通报了。这号英雄有点少，英雄太少。别一直站着抽气了，真的显得我不近人情似的。这把不是送挺快的吗？全军出击，4、3，看到人就直接上。二，
脑纳冲击。知道，知道了。我诺手厉害，诺手。这不挺有说法吗？嗯，我想一下呢，我还是在中间等着你吧。哎呦，我点不下。我回了，我说到时候发机票，到时候给我发机票就行了。儿子都有了，这是啊。你还说自己不是老女人？不是，我养了两只猫，怎么了？我儿子就是猫。儿子就是猫。不是我，多吓人！我等着你出来。我才18岁，我有儿子，你不觉得很恐怖吗？这属于违法吧？好的。哎，完了！哎，我，哎，你，哎呦，我操！你是不是把我弹快点？哎，我好难受！哎呦。哦，嗯 ，A A A。这在哪儿能看呀？哎呦，难受死了！是个头。没有给根本加上，哎，一副，哎呀，我在干嘛呀？我在。没事没事。没事。你加。美猴女皮肤还挺好看。这一把的话，我得拿几个图啊？这一把。拿44个，咱们就可以听通报。44个。哦，44个头是吧？嗯，我给你升个级，这把得拿44个头，就可以通报了。来录，三，来复活，等你复活。这落手跑得挺快，但是你等级领先他了。你别搭理他，直接竖你的头。三，二。距离够，快跑吧，快跑去吧！可以啊。他先送完了。啰嗦怎么跑这么快呢？他多个疾跑是吧？是的，他多个疾跑。我好你自己。注意了。钢板。快来吧，快出来吧！3、2、1，44个是吧？7个，比他快一点。他送7个头了。他送的比我快啊！对啊，他学会了，肯定比你快。这哥们跟我学了好几招了，又是玩小法，又是玩。他又开始疾跑开了。他这一把学聪明了，鞋子出门了。他本来不鞋子出门的，他现在出门装就出鞋子了。哎呦，要你管，要你管，真的。去。快点，这把还有希望。快去，我要你管。哎呀，他也跟你一样是18个了。哥们怎么不讲话了呀？哥们，我满天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啊，没有，我一向都很可爱，只有今天可爱吗？我每天都很可爱。以前我是觉得你帅、啊，今天是觉得你好可爱啊。还差一个，快点速战速决。买个钱煎熬的很，奈乐，我就回来给你带。这把我就不出狂妄喽。那9个3，这个头送完了，他就可以去，那啥了。哎呀，10个了，他杀10个了。这个头送完了，他可以拿头了。不是十个了，坏了。坏了，完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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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
送的比我快了，坏了坏了坏了，我操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完蛋完蛋完蛋，再拿一个，完蛋了完蛋了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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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拿了两个，拿了个大双击，完了完了，应该的吗？拿两个，完了完了，不行，拿不动，我过来了，我在，快走快走，钥匙。我得回家补一下状态了，我等级太低了。回家，这哥们回家2000块钱。反正我这捡那个红枣，我这把目标是44个头，行吧，我尽力杀。嗯，行，我过来给你升等级。行，杀了杀了杀了。这哥们，不用我爸，认真拿头就行。这也是你的比赛。他学会了，他现在学会我的招式了。嗯，我去下了。我给你加速去吧，去上，这个头应该能拿。姐，咱俩去下吧，咱俩下路的话有两个头的，我先发育一下，现在等级有点低了。OK， 你先发育。无论什么的，你先升等级。我沿这边晃荡晃荡，不吃你经验。对面他6级，你不好打他，而且他血量挺多的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你要打他了吗？哦，来了，不可以打，不可以打。打了，打了，等走了。算了，中路这个头，中路这个头，你来不及，那算了。差黑。我有点。翻你的，翻雨，你的，翻雨的。我上去卖。A 没有，没事，他死了应该。我就可以视野。不用跟我汇报打你的，你自己没点游戏理解吗？可惜。厉害！耶！这你天天。耶！屁话多。一人一个。坏掉。不亏。知道了。我出来了。哎，开局被落手了两个头，还有个大人头，多难受呀！嗯，没事没事。也没办法，他这一把确实那个送的比我快，他疾走加闪现，那我。你没办法。这剑圣怎么来我下路送针头呀？不知道呀，这剑圣谁玩呀？姐，来来来，咱们正常发育。嗯。OK。算了，不追了。牛逼！那姐，我杀五个。这不应该的吗？就杀五个，你就在那跟我汇报什么？你杀50个的时候再说行不行？来，漂亮，好勾引，好勾引，好勾引，厉害了！早知道勾引的好呀，嗯。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。啊？有用不？有用不？没用，毙了。哎，哎，两个，哎，你毙了，那我就去送了。姐，别来下路送呀，我们下路还在对线呢，还在对线。我错了，人多就走啊。没事，我走不掉，没技能啊。我有塞拉斯都20个头了，这塞拉斯。知道了，我还差一个人头，还差一个人头。你又差上一个人头了，差是一个人头吗？至少得100个吧，100个都说少了。不是我差一个，我是
但是会被直接淘汰的。不，我先不放送了，不放送了。那你打呀，我蓝色你不让了吗？唉，接口真的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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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！我操！哎 ，A A A， 好减速 ，A。Nice！ 哎，小心打野要过来。还五个，还五个，为什么没死啊？追平了，追平了，咱们追平了。毙了！你这样怎么去打比赛呀？只要把动作就哭哭哭，不是谁弱谁有理呀、啊？你毙了，那我去中路。那其实我反正中路现在没在，没有哭，没有。哦，我没有哭啊！对，是我在哭，行了吧？哎呦，我怎么没人啊？是。啊，烦死了！不要发出这种声音，好吧？真的很烦呀、啊，我不想听。最好是把嘴闭上。Execute， 发育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我在。我卢锡安还是有点屌的。我卢锡安还是有点东西的，上次给水友直接两级单杀了。这样的声音再出现了，我等一下，你想吃投诉就结束了。跟水友 solo， 我卢锡安直接两级单杀。记不记得？还是有东西的。加速，减速。想当年我第一个，第一个会玩的 AD 就是卢锡安。哦，是 EZ， 不是卢锡安。毙了。有点多，受不了。倒霉啊！为什么？我卢锡安很强的。有熟练度的，选个你！我当初怎么瞎了眼，脑子里面怎么想的？你升个级，还没升上。哦，八级了，对面 ADC 八级还行，等级五五开。来了来了。幸福是他们的。我们还在抽抽呢。哎呀，小心啊！没事，我在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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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圣枪洗脸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帅帅帅帅帅，嗯，姐我这一波屌不屌？屌，极限一打三，太牛逼了！哎，好吵啊！我真是，你别发出那种动静了，我好像我怎么着你了一样。大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正常点吧！你真的唧唧歪歪的哭什么？哥们在哥们在哭吗？在抽搐吗？哦，在哭泣，不是要抽搐，喊错了。嗯，哥们在哭泣吗？谁顶得住啊？好服饰都给你哭没了。不，我 shut down。我也很我要、啊，我真的很难，我真的很难受，真的，姐，我真的很难受，我。我真的很难受，给你套个炸弹，知道你很难受。不是我，我也很难受，我都没哭，你在哭什么？你是男的？E技能躲他大招，细节拉满 A。不是，这是我的 A 触发强攻 A。OK， 他杀我 ，OK， 你机会来了，刷！这我的梦想啊，我这波操作直接拉满。你还就这么点梦想了？你能有点啥大出息？你告诉我。这就是你的梦想。我去中路守去了，我可以做。那我的梦想还是做世界首富了？那我没做，我要哭吗？我可以去送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送啊，没事儿。这次机会在，这次机会就在面前啊，我有机会的呀。是把握不住光武是不是啊？他出少，这一把握不住。咱们还差34个头，踢300的通宝。不是，这凭什么能杀我啊？这凭什么不能杀你啊？你人家24个头，凭啥不能杀你啊？没
前还高你一级呢。对呀、啊，你咋敢找他的？我都不敢找他。我、嗯、他来了，我去捡软柿子捏。你看，一千块。为什么我不能给你升级了？好奇怪。不是哭一哭就能难过的呀，不是哭一哭就能表达你的痛苦呀。这么想被淘汰呀、啊？不是，咱俩是姐妹嘛，你刚从泰国回来是不是啊？不想被淘汰你就努力点。哎呦，坏了！啊，你应该才是老嫂子吧？给你开的，来帮你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在的。别哭了，姐妹，妹妹。奈斯。极不极限？失血反杀他。失血反杀，他 W 不到我。哎、妹妹，你终于杀到一个头了。受不了一点，吃个红 buff。别哭了，我没有哭，我是叹了一下气，我没有在哭。为什么老人我？哎呀，我操！哎，别哭了，废物！哎、那个声音谁都不觉得你在哭啊，废物！这个跟狗一样。没吸血吗？怎么回事、啊？这人真的玩的比你好吧？我觉得我也能去打比赛。我不知道。我看我出个啥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到。出个飓风吗？我以前玩路线最爱出飓风了，飓风老狠了、哦、老强了。是追我干嘛Fast， 你们也别笑得这么开心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跟我姐妹说了，他已经让他帮我联系，一会儿有你们哭的，我现在有多难过，你们等一下就有多痛苦。哎、你是谁呀、啊？不是、啊、我控到这，让他拿的，在干什么？啊，在家里边你干什么？洗澡吗？泉水里边洗澡是吗？我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，追他。你这么香吗你？你这么爱干净呀、啊？人家三杀了，三杀了大哥，不是脑袋没转过来吗？那我在等装备啊。你是机器人吗？给你上个发条你才能转。我这鼠标老是怎么？你跟你姐妹说啥了呀、我这鼠标老点不到人。说什么用？只要跟你汇报吗？等着哭吧你。我闭了。更白。在呢在呢。他说他找他姐妹说联系谁了？他以为联系夜魔了是吗？应该是吧。哟，我也不知道他姐妹是谁啊。走了，你不进来，我还等着你呢。没格子出青雨，要么把收集者换成青雨，出个无尽加青雨，感觉也可以。好乖乖，奈斯，不是这样，他拿一个，你们也不用纠结我姐妹是谁了，你们不需要知道，八卦的很，一天天的。我还挺好奇你姐妹是谁，不需要你知道。等会儿看一下有没有谁联系呗。你怎么还在抽抽气气的呀？不是你好像那个被人。我说了，我就看了一下小媳妇儿一样，不是，我就看了一下气质，你无尽必出，不是他是他这个逼动静啊，这么想说点难听的话给你听，不是，我真怕你等一下真的是嚎啕大哭。我这塞拉斯从哪来的？跟公主一样，光明哨兵。不是公主，快三个公主拿头啊！中路来一波啊！公主三个人呢、啊，能打这不就有头了吗？毙了！我操！我记了。可惜，回家买个无尽。公主晚点上，让别人先上啊！懂不懂？自保啊，公主！别让我教你玩游戏啊，公主！厉害！